Hello，对，被冤洗脑了。我今天听了太多遍冤了。我今天简直就是听冤大户，一直在听冤，各种人跳冤。哎，楼下的那个灰太大了，我一直犯鼻炎，真的很烦，真的很烦，真的烦，是真的烦。谢谢我的蹦迪，谢谢来的蹦迪。朋友你好，好，我今天咱们就说在那块儿，真真实实的做了快，哇，谢谢白点的荧光海，咱们真真实实的在那块做了多长时间？做了3个小时啊，不止，我7点下去的。七四个小时，四个，5个小时了，家人们，快5个小时了，快5个小时了，多了这俩，就是这2天才多的。晚上好，这2天才多的这2个礼物。谢谢阿如的荧光海，谢谢你的荧光海。干啥？家人们，咱们就说真的很累，很累。我不想再去当评委了。我之前还挺羡慕他们当评委的。我说，哦哟，就是说，哎，挺好的嘛。就是说，还能看公演，还能看美女跳舞，然后呢，还能，就是说挺好的，反正就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是彻底的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当评委，就是说没把我吓死。这场时间最久，对，这场时间真的好久，我差一点，咱们就说要到12点了，咱们差一点就是说一整个，跨年了，口条不错，被逼的。家人们，咱们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人吧，其实说不是很会讲话，说话呢也不是很有条理。就是说呢，需要被逼一下，点评一个嘛，就是表现。那你们点评一下我今天的表现。我今天一共主演了3个节目，然后呢，一共就是说一直在那块当个评委，没有想到我最后就是说还有一个投票的权利，我没想到我最后还有一个权利，咱们就说。眼睛戴的像个大傻子，给我戴的都戴肿了，累了累了累了，好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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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青春成熟症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摆烂了，我从明天开始我开始摆烂了，真的好累，我现在脑瓜子嗡嗡的。啊、哦，我真的好累，我最近这个住院住的真的是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儿排练去住院，每天睡觉前第一件事儿还是去住院去排练，开摆，对，开始摆烂，家人们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要开始摆烂，然后我终于要睡个自然醒，最近都不是自然醒，都是每天被叫醒，每天来排练，好。我去，尤其是有一天非常过分，有一天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凌晨被叫去排练，我开始摆烂，我要开始摆烂。今天和凌晨同学没跟我说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下次再来嘛，没关系。现在不也是？现在我觉得我有的时候直播跟你们说话，我也是一一在跟你们说话呀，你们说的话我也是在给你们回答呀，对吧？
我们现在跟握手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，对吧？我们区别不大，而且你们也不用花那么贵的钱买握手券，对不对？核酸仿佛都是，对，真的是，我都不知道明天早上到底要不要做核酸。如果明天早上真的8点又把我薅起来做核酸，我真的感觉人生没有意义了。我本来明天想摆烂来着。握手可以教做人，我没有被教过做人哎。晚上好，我没有被教过做人，想被教一下，谁能教教我做人呢？你们是觉得我人做得太好了，不需要教是吗？第一没看，没看二广告，哪有，挺好的，我还想要广告。2000字够不够？好的，那我想让你给我发视频翻拍，让你视频翻拍跟我，就是教我做人，然后呢，顺便呢再给我来一个，就是说光明正大的教我做人。就是那种公开，不要私密。然后你知道我整的那个公开的视频翻拍的价位是多少吗？你可以去看一眼，我整的是非常的好玩的。我整的是一个就是，你不听，快打开你的耳朵。我真的一整个被楼下的这个灰整的很难受。好的，去吧去吧，你也早点睡。我放放我喜欢的歌。唉，每天很累的时候，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，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累。黑夜里孤单肆意扩散，关掉手机和寂寞作伴，关于你的回忆。转发是你呀、啊？是哪呀？可能他们有些人，呀，没看见。给你们唱两首歌，然后呢聊聊天，我们就撤了啊！我就摆烂了，我开摆了，开摆。我今天主要是我今天动脑，还有。动体力动得太多了，我以为我今天是助演三首歌已经很累了，我以为我今天助演三首歌我的就体力活动已经可以了，我没有想到我还有脑力劳动，我没有想到就是说还要让我想破脑子去想怎么说话，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一份工作，我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动啥脑子了。我点评我要不动脑子的嘛，我不动脑子那是要完蛋的了，我不动脑子我就尬在那儿了，我不动脑子我的那个我就要用那个脚抠出星梦剧院了。闭眼吹呀，你试试啊，我跟你讲夸人可难了，你试试啊，我跟你讲你要夸出文采，你要不是乱夸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好的地方你要真正的说出来，而不是闭眼瞎吹。你看看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说的都非常的实在，都说的对，好吗？我没有就是闭着眼睛，他不好我就说他好，对吧？人家好我才说人家好，对吧？锻炼一下口才，我觉得我今天说的还行。然后后面呢，我还看，到最后一次点评的时候吧，我就是说拿手机，我
我就怕耽误大家时间嘛，因为当时大家说想早点解锁，然后我就怕大家耽误大家时间，我就拿那个手机开始写备忘录，然后没有想到，然后有人说我在玩手机，哼哼，我真的是一整个被笑了，被笑死。就是说我在认认真真的工作，我在那搞事业呢，我在那块儿想词，我在那块想我要怎么说话，居然在说我玩手机，哼，谁说的？就是你说我玩手机，哼。真的过分，你也知道你过分，真很过分，真很机车哎，怎么那么机车？家人们，咱们就说一整个，累，真的很累。我没有这么努力过，我没有这么就是说为了说话这么费尽心思过。玩手机玩呗，但我真的没有在玩手机，我在写备忘录好吗？我在写老刘。哎，怎么好，曾国怎么好，我等会写这个好吗？然后最后就是说了，我就怕我到时候如果不写这种东西，然后我就啥话说不出来，那咱们不就干了个尬吗？对吧？干了个大尬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多尴尬呀！哎呀，我这个人真的非常讨厌尴尬，我觉得，这个时候 MC 上的话也要锻炼一下，咱们就说不可以，就我觉得我这个人吧有一点那个什么，我就还很害怕浪费大家时间，知道吗？我又害怕浪费大家时间，然后我又害怕尴尬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让语速快一点缓解尴尬，就是语速快一点的说一些就是说开心的话来缓解尴尬。 MC 不尬就行，你们觉得尴尬吗？反正我就是把那个摄像大哥逗笑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好笑的，我觉得我讲的不好笑啊，我觉得我要是讲的好笑我自己会笑，我都今天我自己都没有笑，我觉得我讲的不好笑，你看我现在一点笑容都没有，不如我说的那些真的是我笑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吧，咱们就是说没有必要去抄袭人家，就是咱们就是说一整个要夸出自己的风采好吗？咱们夸出自己的风采，就是说一整个，我觉得我夸曾国那段真的是发自肺腑，就真漂亮死我了，她真的就漂亮死我了，我这辈子没见过，就是说，就是上海美女千千万，上海四八占一半，但是咱们就说今天刘增艳真的是漂亮死我了，真的漂亮，真正的感觉真的感觉，好的，那我会发扬这个精神，发扬光大的，真的漂亮，好吗？看吗？就是说，哎，还有今天小树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已经很控制住我的嘴了。我今天就像那个孙雨珊，我跟孙雨珊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们两个还算是蛮熟的，因为我们俩一块跳过一个 B50 嘛。我今天让孙雨珊控制住我的嘴来着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小树表演的时候，我说了很多个大放厥词的话，我说了很多个那种不能播出来的话。我说了，就是说小树就是一整个让我春心荡漾，就是。一整个大爱主辛苦了。嗨简姐晚上好呀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关注看我没赚钱，我信个鬼，就你会说话。就那么小树真的是，就是因为我第一个看到的节目就是小树嘛，就是我真的感觉到就是你知道吗，就是喜欢女孩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我是说大家，我是 all the people， 就是说我们人类，就是说喜欢女孩子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就是说人怎么就是说能那么幸福，真的好甜呐、啊！就是说那个笑容，就是你一看她笑，就是你真的觉得人间值得。就是再怎么累，再怎么困难，就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真的是，我说什么鬼？我没有说什么鬼话。我觉得这就是，真的，我不是指你的霸气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好吗？我在实话实说，真的，就是我当时本来想评价，但是我就是一整个有点，我有点害怕，我就没有说出我的心里话。就是说私下里，咱们就是说非常想去认识一下这些美女们，真的好看，真的。真的很好，对，别害怕，不是，
不是话不能这么说，就是，这歌太丧了，我给你们放一首现在能抒发我歌曲的，能抒发我心情的歌曲，就是这首歌，叫做《粉色告白信》，就是说一整个现在想，现在非常的想要有这种感觉。真的，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去看这个 solo 的话，我真的很想建议你们去看一次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漂亮。还有我们菌菇的表演也很好，大家表演都很好。菌菇的表演，咱们就是说一整个艺术家开始演出了。我终于下班啦，我要摆烂，我要摆烂。好漂亮啊，大家！我在想，我觉得大家舞台都很好，就没有一个人就是说舞台不精心准备的，我觉得舞台都很精心准备的。然后我觉得灯光的第一个那个舞台真的是有被燃到，虽然我就看了一半就被去叫去换衣服了，感觉今天我看到了很多我们 S 队的骄傲，宝贝，乖乖。我觉得我再播一会儿就要走了，我今天太累了，但我还得鼻炎犯了，你们能看看，你们能听出来？这楼上的那个灰太大了，你之前看那个时候感觉烟很大，其实那不是烟，那是灰，楼下灰好大，我就是对两个东西过敏，一个是猫毛，一个是灰，然后今天这个灰真的给我整的，我现在好难受，好难受。我一会儿卸个妆，实在不行我吃点那个药。我吃点那个氯雷他定，真的好难受，这个灰，然后他们还吹那个鹅毛，那个鹅毛也是让我过敏，这个毛真不错，没有该洗澡了。你看他总是那种跟我贴贴。我播到15吧。今天是我播的最摆烂的一次。那个灯的粘人比熊还粘人，但是我不是一个粘人的人，我是一个很高冷的人，我是一个高冷的人。酒店，我是一个高冷的妈妈。酒店修酒店 Hotel。什么品种？它是狗，它是一只白色的狗。看狗这里，略显潦草，略有点略潦草，因为它没洗澡。那沙雕哪里沙雕嘛？怎么这个样子说？他没有小时候，好看，有点长脸了，就不像他妈。像耗子，记得谢谢。毛都打球。酒店，什么时候解封呀？我今天做梦都梦到解封了，我回大连了，我回家了，然后我回家我还在那块想我要去哪里玩，我还在那块想呢，然后我跟我妈说我要去那儿玩，然后她说哎要不然我们去那玩吧，我还在那想，真的很无语。下个月真的吗？哎，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，我已经没有希望了。
你们静默到几号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不知道静默到几号，他不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里感觉是一个没有人管的一个荒岛，这里真没有人管，我们这里我们也发物资了，我们好像发了西葫芦还是大白菜，给我自由，我走了。呀，宝宝，快快快快！哎呦，拜拜，拜拜，开启我的摆烂模式，拜拜。我今天真的太累了，我身心俱疲，我现在就是脑子和我的身体都不太在线了。拜拜，什么拜拜？拜拜，拜拜拜。嗯，晚安，早点睡，早点休息哦。